然后刚刚手残，结果我不小心把剧情部分给跳过了。然后 Angel 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理应该是以那个结婚者的身材去衡量，结果没想到他用捐灵来去当他的那个基板啊。嗯，报告成功。好，28关。Incredible!